哎，对，我去帮猴子下点片子，你们先回去。啊，什么片子？懂的。啊，爱情动作片。哦。嗯哼哼哼哼哼。哪么回事啊？还没赚钱，就开始造贼了？ 我靠！那么回事啊？晓得了，肯定是高潮说的那个插班生来了。你的货呢？哦，在阳台上。小袁呢？亏小子，老子才不管。昨天担惊受怕，一宿没睡。我要睡一下。好，你睡。 你谁啊？什么谁啊？哎，刀哥，刀哥，哎，停停停停！你谁啊？哎，冷静点，放下，放下，把刀放下，把刀放下。不要，哎哎哎哎，没事没事，是个误会，没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。 你哪国啊？啊，喂，他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你好，我叫李大鹏，我英文名字叫 James， 我刚从加拿大回来，我是厦门人，我是你们的新同学跟新室友。你好，James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向宇，科比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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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？谢逊。谢逊。谢逊。哦，谢逊，你好。 你好，你是？这鬼东西是你的是吧？这不是鬼东西，它叫 Coco， 它是我的宠物。然后它现在怀孕要生 baby 了，激素有一点混乱，然后会乱爬乱动。但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它很可爱的，可爱？嗯，只有恶心，听得懂吗？给我拿走。那我不能拿走它，我需要照顾它。我不管，你要是不拿走吗？我就告诉社管，他一定会处理的，搞不好会就地正法。 正法，就是吃了它。谁都不能吃了它。好，大鹏同学，我觉得呢，你根本就不适合住在现在这个学生寝室，你应该呢出去租一个房子，是吧？你爱养什么养什么，养恐龙都没人管你。不行，我爸妈说我必须在这里住。他说 learn together, live together。 什么？你说啥？啊，I'm sorry，对不起，就是那个，我爸妈跟我说我们要住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行，别啰嗦了，行吗？ 宿舍是公共空间，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，赶紧拿走！不行，他一个人会很惨的。我不管啊，马上给我拿走！没办法，他现在怀孕要生 baby， 那不然你等他生完 baby， 我再把他拿走，行不行？不行！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大鹏同学啊，都各退一步，各退一步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不就是想个变色龙吗？你就让他在阳台养，等他变色龙把蛋生下来以后，你再让他把变色龙带走就好了吗 ？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OK，OK，OK。那你要是放在阳台，你起码得加个租金吧？哎，好，你也不缺那点钱是不是？哎，行了，去。OK。你疯了？什么叫我疯了？他是我们大学同学啊，是不是？ 那不没办法改变，以后还要相处三年，你现在就把人家得罪了。
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怎么搞？喂喂 ，OK， 好好 ，OK， 我马上下去 ，OK OK OK， 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所以说你懂我意思了吧？你稍等一下，哎，大家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好，我马上下来。这玩意脑壳有问题吧？你又萌又呆的，只有呆，没他妈萌。哇！啊，你谁呀、啊？baby。baby， 人家想死你了，太重了，人家等你大半天了。哇，这么久不见，你真是越来越 man 了，好帅哦！看到你真开心。你不要这样，你看这么多人在看，我们先别。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你是我 Jennifer Baby 的王子，别人休想打你的主意。不管她是哪个女生，管她美的、丑的、胖的，只要多看你一眼，就把她眼珠挖出来。看把你吓的啊！我会把我的温柔都留给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看你一来啊，整个商学院颜值最高的 CP 就成定局了。你是 James， 我是 Jennifer， 我们是宇宙无敌双勾绝配。你 OK？ I'm fine， 一切都很好。只不过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妹妹又孤独的。一个人好可怜呐、啊！这是哪个啊？你们去哪？食堂吃饭。我跟着你们去食堂吃饭。Jennifer， 这是我的室友，我多跟他们熟悉一点。好啊，他们三个我熟啊，快去吧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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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。谢谢。拜拜。走了。师傅麻烦。三号套餐，两荤一素。好，好了。师傅，三号套餐两荤一素。好，等一下啊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吃啊？有鱼刺。真的？鱼当然有刺啊，不会吐啊。在国外我吃鱼肉没有刺啊。哎，那我拿我的鸡肉换你的鱼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跟 Jennifer Baby 真的是一对儿？不是一对，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父亲都认识，不是一对。那你们怎么都一口台湾腔？那是因为我6岁去了温哥华，然后温哥华那边很多台湾人。Jennifer 的爸爸也是台湾人。Jennifer 呢，在台北待到6岁就来了内地，然后我们都是厦门人才会有台湾腔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那 Baby 他们家的阿波罗集团啊，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内衣生产商。那你们家是干嘛的？袜子厂，各种袜子，做各种袜子。哪个牌子？魏纳斯。嚯，就是袜业巨头啊。嗯，看不出来你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富二代。没有没有。哼，这么有钱了还来上学干嘛？对啊，干嘛不跟家里做生意啊？不喜欢做生意啊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动物啊，我喜欢各种动物，会飞的动物，会游的动物，会爬的动物。那你了解动物喽？还好吧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啊，这个自然界当中啊，哪个动物的那个玩意最大？什么是那个玩意儿？就是那个，不要装清楚啊。哪个？鸡巴。哦，你说那个生殖器啊？那应该是蓝鲸。有好大？有8英尺，2.13米。真的？比整个姚明还长。对啊，他们射箭的时候可以射2000声，都可以把我们所有人都给埋住。我不是很有胃口，你们吃吧，我去上选修课去。为啥？啊？上什么选修课？诗歌赏析啊。诗歌有啥子好上的？你不知道了吧？诗歌赏析呢，毕业的时候随便几个字就能糊弄过去。你要上别的课的话，毕业的时候长篇大论又要做 PPT， 烦都烦死了。能理解什么诗啊？路，马路的路。然后呢？后面一串感叹号啊，没了，过了。哇，这样也行啊。